这个是恰布他们家新出的香葱肉松面包。哎呀，这一个整整是110克的。嗯，蓬松暄软，这边是一层肉松，满满的酱。哎呀，这个价格整整到手是6港，咸香松软，喜欢吃这种咸甜口面包的，你们一定要尝这个。嗯，嗯，这料给的一点都不吝啬啊。看着酱，我的妈！